OK， 我们从这里开始来。 Where do you represent？ 你代表哪里？ 我代表北京， 代表阴三。 Yes sir， 没三的人。 OK， 今天的话是客场作战，来我们看一下这边。 Jameson， where do you represent？ 上海 TBC 百官舞。 45秒，我们让陈先生先开始。来，上海，甲委、乙委、丙委在哪儿？嗨，listen， come on， 北京，这是上海，有没有闻到？听着 ，listen， 啊哈，谁你谁耳朵毛耳朵，跟我掰都是你的错，哎。 别说你是来自北京的烤鸭，我就上海的小笼包砸你呀！哎，我爱北京家门，但是我更爱上海的外滩。现在在卧铺里，因为快开始打赌，你的脑袋没有麦克风，你怎么说出来？整个人在我面前是一个大的西红柿，染红了你他妈一身，全身是红的。要不要我给你买苏菲艳游行？别他妈流出来！哎，你大姨妈，但不要背头。 红的衣服不穿，你怎么玩？早点回家睡吧，这是上海。上海有谁？杰们在这儿，杰们在走道中回一下一次。这是什么？韩国国旗吗？我操！OK OK OK， 叫嘉文，不是嘉文，代表北京。 首都词，哎呀，你说你代表上海，臭无赖，臭变态，别在我面前，你的说唱让我有点太无奈，让你看看什么叫做中文的街拍。现在站在你的背后，给你我的影子，让我一直踩着，看你怎么看，让我再怎么转这个 flow。 站在这个上海也不是你的街头，你在哪儿外滩？我让你难堪，别在跟我面前比赛，不会判断，这些对的错的你看不见了。现在这个世界太黑了，只有我在说着。麦克风在哪儿？在我的手里攥着。你说的太轻了，你的心里已经乱了。别害怕，词只有45秒要了你的命。然后先进嘉伟，嘉伟45秒时间，然后他呢？